家好，欢迎来到美城环浸信会的网上崇拜。崇拜现在开始，请起立。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请我同低头祷告。我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但愿我们因为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真理受到挑战和肆意的扭曲，求上帝藉着你赐下的圣灵教导我们每一日应该怎样向前行走，亦都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可以胜过世界的一切，每日过着圣洁、公义和怜悯的生命。我们同心合意的祈祷是奉基督耶稣名求，阿们。我们一同唱诗《从你见耶稣》。接着来读经的时间，今天经文出自新约的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各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
也照樣另賺了二千。但那另一千的，去掘開地，把主人的銀子埋藏了。隔了許久，那些仆人的主人來了，和他們算帳。那領五千銀子的，又帶著那另外的五千來，說：主啊，你交給我五千銀子，請看，我又賺了五千。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那領二千的也來說：主啊，你交給我二千銀子，請看，我又賺了二千。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那另一千的也來說：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我就害怕他把你的一千銀子埋藏在地裡。請看，你的原銀子在這裡。主人回答說：你這又惡又懶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就當把我的銀子放給兌換銀錢的人，到我來的時候可以連本帶利回，奪去他一千來給那一萬的，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把這無用的牧人丟在外面黑暗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今天的金句是出自同一卷書《馬太福音》25章第29節。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今天很高興有機會在主日這個時間跟各位主內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一起在網上来到去敬拜上帝。今天我们会和大家继续来到去讨论我们今年教会这个大主题，是关于侍奉与人生，侍奉与彼此配搭恩赐这方面的情况。那我们就和大家讲这个题目，就是论工作与人生，论工作与人生。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25章14至30節。工作是我们人生当中重要的部分，除了我们有睡眠、有娱乐、有吃喝、有家庭、有社交，或者我们读书，我们知道一生的时间大部分都在工作的当中。即使来到退休的这个的年纪呢，不再次需要上班了，放低职业了，但是呢并没有放低工作的。既然工作和我们的人生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呢，我们最好能够建立一个呢正确的基督徒 的工作观。当然这个题目是非常之广阔，并不是讲一两次的道就能够可以解决的。但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平和他的言论当中，我们值得来到去研究一下，究竟他对于这个的重要的问题有什么宝贵的提示呢？在未曾跟各位来到分享主所讲的工作这个的比喻之前呢，记载在今次的经文马太福音第25章14至30節，我很想跟大家呢来到去讲一下呢，在今日北美洲生活我们所碰到很多工作的事例，而这些的个案呢是很常见的，或者我们大家呢也都是
似曾相识都唔定。我就嚟到用有四位嘅朋友佢哋嘅遭遇咧，同大家嚟到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位系 A 君 ，A 君咧佢喺北美洲一个城市嚟到去做珠宝嘅生意嘅，特别系卖钻石首饰。喺初年工作嘅时候咧，工作非常之嘅兴旺，佢觉得非常之兴奋。因为钻石我们知道是世上最名贵，可以这么说，最值得人家来到去重视的东西之一。小小的一粒的钻石已经价值连城了。在这位朋友他每天的工作，他就是来到去称钻石，在显微镜之下来到去仔细观察这些的钻石，定下他的价钱，作出种种的设计，然后去推销等等。经过了一段连日之后，他感觉到工作相当的单调，黑板式，原来看钻石都开始感觉到烦闷了。但是他觉得很无奈，为了谋生的缘故，他只能够继续在这方面工作。第二位 B 君，B 君是在本国的一间化学实验室里面来到办事，工作了多年，表现都非常好。但是他的不满是因为公司那个机制不能够提供一个良好的晋升的机会给他。这种不满对一位这么有志气、雄心勃勃的青年人来说，他是很难来到去接受的。於是他很想來到去轉公司，但是又不是那麼容易，所以說騎驢找馬。一天他收到老闆給他的信，而信當中就來到講出多項在這個工作的裡面那個的情況，關於薪酬、福利、晉升的崗位、退休的年限等等的資料，並且呢對他講出他現今卻達到某一個的階段了。當然老闆也很多謝這位的人士呢，他多年來對公司所作出的貢獻。當 B 君他看完這個的信之後呢，他自問，我的一生就是相等於這些的薪酬和這些公司裡面晉升那個級數嗎？他发现他的职业不能够带来给他有满足感，很难使到他好梦成真。第三位 C 君， C 君是东南亚的一个移民，在东南亚大城市里面他做小生意很成功，生活相当的富裕。但是东南亚的社会政局不是那么好，对华人来说多多少少受到有些歧視的。一家人於是呢，他們就移民來到加拿大了，希望在加拿大來到重建家園。誰知道來到這一處呢，不單止是加拿大，而且也是加拿大。起初的時候他很想重蹈故業，但是社會的制度不相同，生活的形式也都不相同，他很難呢再做回以前所做的工作。於是只好來到去打工，另尋職業了。但是事實上在本國來到尋找適合自己的工作呢，真的談何容易呢？別人往往會問你，你有多少加拿大的經驗嗎？於是呢，思君只好最終呢要回歸他的故鄉，留下他的家人来到去等候申请公民的手续，而自己呢就做一个太空人了。我相信呢，大家都会有过这一类这样的朋友都不定了。第四位 D 君， D 君他是在华人埠来到开餐馆的，餐馆不是那么大，但是食物都相当好。起初的时候呢，他可以维持他的工作，但是当做下去的时候，他就遇到有困难了。业主要加租，而且呢竞争性相当大，
附近比他的餐馆更大，装饰更好的茶楼、餐室非常多。因为这样的缘故，当然影响他的生意，生意就不够做，于是他只好关门大吉，不转行都没法子了。但以上四位的朋友，他们的经历呢，我相信在今日北美洲生活来讲，是一幅很现实的图画，很现实的图画。工作有繁忙的一面，忽视人那个整全的需要，甚至没有事，甚至抹杀人性添。难怪呢，很多人他们都放弃在工作上面寻找满足的，而将他人生的重点就转向其他的地方，目的就是去赚钱，去谋生，而且呢希望能够找到食。除了工作之外呢，希望能够另外寻找寄托，寻找娱乐或者其他人生的活动。现实工作我们看到真的缺乏意义都不定，即使专业人士也都发现工作和他自己的心灵要得到满足是不相称的。我们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太琐碎了，太不重要了。在现今的社会，能够使人们得到满足，能够发展个人的潜能，可以委身在其中的工作真的越来越少了。这个是一个实际的情况。今天的社会要寻找工作很不容易，要能够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就更加难，而且竞争性非常之大。这个就是西方社会那种的，我这么说，一种社会的形态来的。西方的人士在学术界当中有一句的说话，可能大家都会听过了， Either you publish or you perish。 如果你不去，你都去著述出版呢，你就好像要自掘坟墓了。不难你都去做，但是呢很难有真正晋升加薪的机会，而且要保存一官半职呢，有时也有困难，竞争性强。在今天的社会工作，我们看到呢分工非常之细微，专业人士是这样，工厂的技工又好，我们说这个都是遇见同样的情况，工作分工很细微。好像呢在输送带旁边做几个有限的操作功夫就够了。我有位大学的朋友，他在大学教书，他是一个研究员。我曾经有机会问过他，你的工作近日如何啊？他说我都是来到去呢专心去研究在人的脑部当中一条的神经线的情况。我心想他日日都去研究一条神经线会不会发神经呢？我们说无怪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很多人他们都带着一种很无奈的心情，拖住疲乏的脚步，朝九晚五来到上班一族。不少人已经放弃了在工作里面来到去呢寻找意义了。很多人他们呢星期五就感谢上帝，星期一就埋怨上帝了。我们看到这些例子，我们说真的时候将到，目前就是了。我们必须要来到重整基督徒的工作观，让我们大家研究一下呢究竟主耶稣他在这个的比喻当中所提出的几项的原则。马太福音第25章14至30节，我和各位尝试来到靠主的恩典分享有几点关于我们工作方面的情况。第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我们的才干是从神而来的，在14至15节，让我读一读。耶稣用这个例子，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各人的才干
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这个就是他当时的情况。我们看到呢，在这个耶稣的例子当中，很明显神就是那位的赐予者，我们大家是那个收受者。在故事当中，耶稣讲到天国一个的比喻，这个主人将不同数目的金钱分给三个的仆人，一个领五千，一个领二千，一个领一千，自己就暂时离开了。可见我们大家那个的才干、智慧、能力、教育那个的情况、得到的机会、资源等等，都不是真正属于自己，而是 从神所赐给我们。如果上帝不赐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说我们根本就完全没有工作那个的可能性。而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收受者，就是这个缘故，我们应当常存一种谦卑感谢的心，多有的不要骄傲，在工作上面略有一点的成绩，我们不必沾沾自喜，认为不可一世，以为这个是自己的成就，是配得的。又或者我们少有的亦都不需要自卑，虽然自己多方面似乎不及得别人，但所有的我们说都是出于上帝，我们就不必斤斤计较了，去接受这个现实就是了。在工作上面，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是小才大用，亦都不是大才小用，神给我们有才干、有资源、有机会，在指定的时间空间当中，我们来到去侍奉祂，去服侍社会。我们应当常存感恩的心，过每一天的日子。各位，这个就是我们所了解的天国的人生。当人生的大限来到的时候，尘归尘，土归土，无论我们的地位高低，或者财富的多少，名气是大是小，我们大家都需要放手，回归尘土去，再没有工作的机会了。这个就第一方面我们所了解的耶稣基督这个的比喻，我们的才干，我们说呢是从神而来的。第二方面，主耶稣这个的比喻当中讲出工作的态度和方法。工作的态度和方法，在这个十六至十八节，我们看到这三个仆人的表现都不相同的。让我简单来到去呢提一提那个情况。十六节讲，那领五千的就拿去，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这个的情况呢，我们就见到这三个的仆人呢，他们大家做事的方法很不同。而我们看到因为这个缘故，主人对他们有怎样的评论呢？在这个十九节去到二十三节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比喻当中讲出主人那个评论是不同的。圣经讲十九节，他说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仆人回来了，那个的检讨工作的情况呢，在这个二十节开始讲相当的清楚的。那领五千银子的那个仆人呢，他又带着另外的五千来跟主人这样讲，他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在这个情况底下，这个主人呢赞赏他了。在这个的第二十一节呢，主人就说了，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个就是这个主人对第一个的仆人所作出的回应，去赞赏他。然后他又对那个第二个的仆人，领二千两的仆人，同样讲出这段的说话。在这个二十二节，他就这样讲了，圣经讲，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二千的银子呢？请看，我又赚了二千。主人家同样来到去称赞他，有等同的说话。他说好，你就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呢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在这次给我们看到主人家他来到去称赞他两个的仆人，五千两和二千两的仆人，良善忠心。良善是指导作工的方法，依照原则按章办事。忠心是指导作工时候的态度，效忠于这个机构，效忠于他的老板。在此之上，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当然就是效忠主，为主来到作工。既然是忠于主的时候，又按照原则来到办事，很多时候在世俗社会上面未必一定有成功的。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忠于天父上帝的使命，做一个受苦的奴仆，但是世人在他们的眼中，他是完全失败的，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之上，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是最成功的，他已经成就了道成肉身这个重大的使命了。我们知道基督徒的道德观念、道德的原则和世俗人是很有分别的。有时我们看到因为这样的缘故受到排挤，受到人家的那个的批评，因为当你不能够同流合污的时候，当你不能够人云欲云的时候，这个时期来讲有时很难来去适应。因此耶稣都教导我们在社会上面来生活工作办事，真的要灵巧像蛇，但是要顺如鸽子。既然是忠于主，既然是按照原则做事，我们就不会与别人来去彼此较量。当然人人都想出头，很想被人的工作做得更好优胜，但如果做不来的时候，很多时就会引致一种挫败感，甚至叫人气馁，叫人灰心。圣经的原则是叫我们尽力而为，跟自己来到去较量，不是跟人家来到较量。那一个领取二千的那个的仆人，主人家没有叫他来到去另外赚到五千，因为这个是超过他那个的能力或者资源的范围。那一位领五千两的那个仆人，他不是赚得要少过五千，因为主人家对他肯定有一定那个的期望。因此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按照我们的资源来去办事，自己跟自己来去较量。我们值得在这处鼓励我们的当中很多青年的学子，他们在学校读书成绩高低都不相同，视乎他们的资源，他们的那个的勤力的情况。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读书的青年人不应当过看自己，也不应当低估自己，凡事要看得合乎中道，尽自己的力量来去做，就是应当的。圣经提醒我们大家，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工作的狂人，只顾工作，其他都不理会。勤力办事当然是好啦，是吧？正如好似有一个嘅好出名嘅一个嘅教会嘅牧者约翰卫斯理先生，佢曾经讲：我哋要努力嘅嚟到去赚钱，努力嘅嚟到去省钱，努力嘅嚟到去捐钱，
但是你千万不要过分。传道书这句说话很有意思的，讲到我们工作的态度，满了一手得享安静，胜过满了两手劳碌暴风。这句说话有意思，叫我们能够工作有智慧，我们值得怎样了解到自己能力的范围呢，来到去办事。我们当中有不少中国的朋友，一段时间之前呢，他们来到加拿大移民家国，在这处来到去重建家园，来到栽培下一代，或者他们都没想过要在加拿大的名人录当中留名，但我们名字记载在生命册之上，我们亦都没有打算要去改造加拿大的历史，但我们很期望能够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能够做出点滴的贡献，按照神的旨意来到去成就主所交托给我们的工作。或者我们有可能是一个的司机，又或者我们 是一个的售货员，又或者我们是一个学校的教师，或者我们是医院当中一个的护士，一种很普遍的职业，但是很需要的职业，对社会有肯定的贡献。而我们就是在这种好像很平凡的岗位上面来到去服侍那一位天地万有的上帝。而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事实，带来给我们生存的意义，肯定我们工作的价值，相当重要。有人试过来到去访问在多伦多这个的城里面，那个地铁那个的司机，问过几位地铁的司机，得到少少的报告，很有意思的。其中一位呢，当问到你在这个的地铁来到去做司机工作，你觉得怎样呢？他说呢，我是谋生稳食 earn a living。另一位呢，司机说，我呢是能够 keep the city moving， 能够呢加添这个城市的活力。第三位呢，他说呢，我的工作我是服侍社群 serve the community。 另外呢，第四位可能他是个基督徒，他说 I serve God in this job， 我在这个工作上面去服侍我所信的上帝。很真实，我们叫做基督徒，我们只有一种工作，无论是做什么的职业，在什么的岗位上面，我们的工作就是去侍奉神。既然是这样的缘故，我们应当依照原则去办事，本着向主尽忠这种的态度来到去做功夫。我相信这个是一个事实，我们值得来到去留意。传道书讲的所有意思，满了一手得享安静，好过满了两手劳碌暴风。如果你工作使到你连安静的时间，连思想上帝的时间，连读对上帝的时间都没有的时候，或者连跟家人一起的时间都缺乏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重新检讨我们的工作是否值得来到继续来到去有所承担呢？这个第二方面值得留意的地方。看看第三方面，这段的故事，这个的比喻呢，带来给我们有第三点很重要的一个的指示，就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自我形象，正确的自我形象。在这处特别在24节至28节呢，我们看到提及到这三个仆人其中一位，第三位那个的对于工作那个承担那种的回应，这三个仆人的处境都很不同的。我们刚才见过有两位，他们知道他们的资源，知道他们主人对他们那个的指示，他们知道主人对他们的期望，也都知道呢这个从商的途径，于是他们大家都向主人尽忠，依照良善忠心的方法呢来到去做生意，而获得肯定的报酬。但是来到第三位的仆人的时候，他对主人的认识有所错误。
让我睇一睇，读一读第24至25节。呢处咁讲，那领1000的嗰个仆人呢，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啊，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余银子在这里。这位第三个的仆人，他对主人的认识错误。在这处刚才读出来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他不知道主人给他1000银子是做什么的，目的何在。他又误解主人的动机，以为这个主人不近人情，很忍心，于是他很害怕。他甚至无呢跟主人说，他说你没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散的地方要聚敛，于是他怕，他就来到将这个银钱来到去埋藏在地下，采取一个非常愚拙的行动。他缺乏普通的常识，很无知，他都不懂得来将钱放在 CIBC 或者放在 TD Bank 都好，但是他不敢做。因为那个缘故，他才我们看到那个结果，就是他带来主人对他那一个的指责和那个的判断。在第26至28节，我们来看一看，就看到主人家对这位第三个的仆人怎样来到去作出评论。主人就回答他这样说，他说：你这又恶又冷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交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于是他夺过他1000两的银子，给那个有10000银那个的第一个的仆人。这个就是主人家对他那个的批判，指出他是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指出他是又恶，因为他心术不正，又懒，他懒惰，连指头都不动，埋没他的才干，埋没他的资源，也都失去了他工作的机会。这一切背后呢，是一个歪曲的自我形象，错误的自我形象，糊涂的一种内心的世界的结果，就是受到主人家对他一个严厉的惩罚。因此来到这段的比喻最后那一节呢，我们看到这位主人家就将这个无用的仆人丢在外边黑暗的里面，在那里他必要哀哭切齿。主人家指出这个的仆人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所以我们来到很清楚来到去反省，今天呢上帝给我们各位兄弟姊妹和朋友，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资源是什么呢？我们知不知呢？我们有没有使用这些资源，这些机会来到为神的国度，为教会来到办一点事，为社会来到出一点力量？否则我们就会好像这个第三个仆人那样埋没一切，而且推搪一切，让我们大家在主的面前都能够做一个有用的仆人，千万不要浪费光阴，白占土地。这个是第三方面值得我们留意的，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自我形象。最后我们看看管家最终是要交账的，管家最终是要交账的。在前面我们看到第一位、第二位的仆人，他们都向主人来到交账，5000两的赚取5000两，2000两的赚取2000两。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在神的国度当中都是一个的管家，我们所拥有的只不过是临时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空手来空手去，人生几十年寒暑就会过去的了，我们不能够带什么离开。有人早点去，有人迟点去，但幸而你和我都未曾去。重要的就是人人都会站在耶稣基督的台前，我们要向上帝来到去交账，
向歷史來去交代。前面兩個仆人，雖然他們才幹資源都不相同，一個5000，一個2000，但他們獲得等同的稱讚，等同的賞賜。我們看到21節、23節，主人對他們那個的評論是完全相等的。各位，這個對於基督徒的工作神學是非常之有意義的事來的，非常之有意義，很重要的一個的原則。雖然我們大家都不相同，背景不同，家庭不同，教育不同，訓練不同，恩賜不同，但我們有同樣的機會呢，來到獲取神的賞賜。這個就是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那個的意義了，很重要的。上帝不會對我們有過分的要求，不會過多，亦都不會呢是過少。多給誰要向誰多取嘛，多交託誰要向誰多要，這個就是第29節在這個結論當中聖經所講的原則，很重要的一個原則，我們值得留意。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這節的經文對我們一個很大的一個的提醒和鼓勵。你記得很多年前在這個宗教改革運動的時候，一位很偉大的神學家馬丁路德先生，他曾經好像說過一句話，在他的 table talk 的裡面，他提及到就是一位的傳道人做牧師的，一位家庭主婦照顧兒女的，一個補鞋匠他做鞋給人穿的，如果他們能夠在不同的崗位上面來到去盡忠他們的職守，他們的工作在神面前是有同樣的價值的，這點是非常有意義的一個評論。特別從天主教傳統的背景當中，我們見到天主教的人士聖族分得很清楚的，神職人員是特別神聖的，價值特別高，普通的信徒平信徒就很不同了。但是路德的改革工作很清楚講出基督徒的人生，我們最重要的是從神領受我們的召命，神給我們各人不同的召命，有人做牧師，有人做家庭主婦，有人做補鞋匠，我們必須要知道呢，我們是行在神的旨意的當中。今天各位，我們所做的是不是主叫我們做的呢？如果不是，我們應當來到想清楚為什麼要去做呢，應當呢立刻放手。如果是神的旨意叫我們做的，我們更是應當繼續的努力去工作，而且做得比以前更好。讓我們大家一起真的起來，彼此勉勵，向主來盡忠，靠主而生活，為主而工作，深切期望在我們交帳的日子，我們的主能夠稱我們各人是良善忠心的好管家，今天我們在地上的工作能夠留下一個永恆性的價值。正如好像啟示錄14章13節那個意思的說話，聖靈這樣說，他們識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隨著他們。求主幫助我們，繼續帶領我們奔走我們天路的歷程。約伯記19章25節，我知我的救贖主活著，我們一同唱詩，我知救贖主活著。
家事分享。第一就是逢星期三晚上，我们仍然有网上的祈祷会，详细情况请参阅教会的网页。另外，教会的停车场将在7月19号到8月9号进行沥青铺平工程，为了安全和工程需要，停车场将由明天开始到8月16号期间暂停使用。我们在7月24号星期六朝早8点钟亦都会举办第四次的网上交流会，邀请了一位专业的会计师来介绍加拿大的税制。欢迎有意探讨和正计划移居大多伦多地区的海外朋友参加，亦都请弟兄姐妹将这个消息广传和代祷。详细的资料可以浏览教会网页里面的宜家伴侣行专页。请起立，我们诵读《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义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让我们一起在这个聚会结束的时候向主作出一个的祷告，请各位一起来祈祷。主，我们求你来到去建立我们各人手所作的功夫，以致我们各人手所作的功夫得到你来建立。我们深深知道人生是短暂的，但是永恒是长远的。我们深切期望在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到去工作去办事，以致我们各人的工作可以留下这个永恒的价值，贡献主的国度，荣耀主你的名字。我们恭敬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